继续救人，警察指挥交通，这样才对啊。警官，你还好吗？我，看样子你应该只是撞到而已。等我一下哦，还会说话哎。安全带记得系啊，警官。不是啊，有。市民袭警，哇！那你还好吗？你还开得动车吗？要我载你吗？不用，我很好，我可以啊。好。我们警员都是有受过训练的，这种小事不是问题。好的。那你要回医院一趟吗？还是不用？你看，有没有？不要乱跳！不要乱跳，伤口会裂开。不要，你看你。我没有裂开啊，没有啊，不是啊，路灯裂开了啦。啊，我跳一跳，你看，就是被这个市民袭警的、啊，你看呢、啊？我先移一下我的车。好，你没事。不强制带回吗？没办法。我要回医院吗？你觉得不舒服就应该要回啊。我觉得你要回啦。简单检查而已。好。走。好，那我先过去。我能自己开车过去吗？你意识还清楚可以啊，不行的话我就载你啊。好。要去哪里？不是这里吗？有啦，我知道要带回医院检查，可是他就是很固执啊。有啊，我刚有一开始跟他讲啊。好，我知道，以后强制齁。不管是谁，好多大咖的我都要带回家。重点是他应该我是怕他觉得脱掉很麻烦，所以我才会问他说你还有意识可以开吗？不然我应该就是直接把他抓走了吧，车子留在现场这样子。啊，不然我就说我们晚班护士说要带回家哦，我带回家要切蛋蛋哦，开的也是很猛哎。啊，医生，我现在去哪里？来，慢慢走。我们要进去病床上检查。好，没问题。欸，人嘞？啊，人嘞？你看你脚伤成这样子了，还说没事再乱跳啊？对，我走慢一点，好，脚有点痛。我觉得我够可怜，被院长撞到肚子痛了两天，原来你更可怜啊。没办法，那个市民有点过分啊，
刚撞我了。那你以后要记得啊，你受伤哦，都要来医院啊。我知道啊，看我你知跳一道啊，跳，我只跳是到出事情啦。没有，我刚刚觉得我没问题啊。车祸通常都是这样的啊，一开始觉得没问题，你看后什面么叫才我蛋开蛋始缩啊，进去了啦？脚有点痛啊。医生，我应该不用住院吧？看情况大小啊，觉得你只是脚受伤，包对个啊，石我脚受膏。伤，所以走比较慢而已啊。哦，还对有石啊。膏，要打石膏吗？我没有骨折啊，受伤而已啊，啊。检查一下嘛，过来过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，你慢慢走啊，帮你准备一下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右转。躺这就好了吗？对啊。啊，那舒服你多睡一下哈，了。啊，我要睡一下吗？好，没有啦，躺着不啦。用啊，我不用睡啊。可是你的右腿骨好像有骨折诶。有吗？因为不是左腿吗？刚刚到现场，诶，是左腿吗？刚刚到现场看到你的脚是折进去的啊。是左腿啊，你看啊，你看我现在右脚伸那么直，哦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啊，骨折怎么办？不能自己好，一定要打石膏打石膏啊，定期回诊啊。你看你感冒了，刚刚是不是淋到雨了？要不要开个感冒药给你啊？好，医生，麻烦你好的，开个好那个的。感冒药给我，我有点啊，感反冒。正就是定期回诊啊，这样就好得快了。定期会诊是怎么个定期？就看你要早上回诊或晚上回诊喽。那个，好，晚上好了。好，晚上吗？晚上很刺激哦，你可以晚上多来一哦，点。那早上好了，一个月一次吗？嗯，对，差不多。好，那我。你先帮我治疗一下，我下个月再来。好的，好的。那就麻烦你帮我打个石膏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等那下我。踩那个踏板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你只剩一只脚了。踩什么踏板？不是刹车啊，加速啊。哦，我用另外一只脚踩，没关系。好好好，不然我就跟你们局长说我是喽。左脚受伤，我用右脚踩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这样石膏打一打，5000块哦。好。感冒药呢？感冒药不用钱了啦，送你，好。算在里面，算在里面。我们警察没有那个吗？有啊，不然其实是医八疗千险块耶。有，已经有医疗险了。不然其实是8000块耶。好，感谢你。不会啊，你要小心骑诶，小心开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受伤的都是骑车的，所以讲错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那个是市民，他来撞我的。真的，那你安全带也要系啊，刚看你车窗都破了。没有，我想说，没事，我技术很好，不用系安全带。好结果啦。不知道市民直接转弯撞我。哎呦，你啊，要海现在啸了？嘞，我可以起来吗？可以啦，你觉得舒服你有的话帮就起来啊。哦，医院没有我？开单，是要你们给钱的。这样就好了。对好，对那我对对给你对。钱，你等我一下。那医生就，不，警察。
啊，有没有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那有了哈，慢慢走哦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要跑哦。好好好。你可以不用走那么慢的了。你也可以晚上来啦，晚上都有晚班的女护理耶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些，我知道，就一些女医护嘛，晚上都有女的。对啊，早上就只有男生而已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可以晚上来看看啊。没关系，我早上来就好，我喜欢早上来。不会，我下次来很久了，我不是那么常来医院的，你知道？我对你很陌生。对啊，我很少来医院的。啊，好啦，感谢你自啊，己小那心回啊。校了，我等下要走了。对，我也要去避难了，我把门锁起来了。好，警官慢走哦。啊，我的灯没有停。然后跟大大讲话真的会结巴。紫薇，看都快结束了，存车存车。好啦，把门锁好，那先离开喽。直接给我海啸，我还没准备好哎。好啦，其实我问院长说那个什么，我问院长说绷带是要卖多少啊？他好像忘记回应我。玩机械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不会。发生任何感情线，我是可以配合演戏啦，可是我女朋友不行啊，她不准我跟女生在网络上有那种演戏啊什么的，那女生不行就算了，男生也不行，没办法800块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所以绷带是800吗？没有，那都是演戏啊，演到他就很不爽。那兔子他就是他可以有很多女人抱着他或什么的，啊，我去抱别的男生他就不行。他可以看很多本 BL，但是他就是不行，我跟任何男生太好。啊，那都是乱讲的啊！啊，你要干嘛？紫 V 呀，紫 V 哦，紫哦，紫 V 的意思就是紫薇吗？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，紫 V 呀。哦，OK，我会叫了，我会叫了。可以让星期天跟很多男生很好。对呀、啊，像朵朵这种就多棒啊！你看，他就说老天去搞起来，所以你就基隆线有搞头吗？还是要隆基线？啊，哎，都3点半了，紫薇，你要不要上线啊，紫薇？但不准给我在那边跟女生很好 欸。哎，老实讲，他在跟那些小花、小猫他们在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旁边很不爽？我昨天还在写，我在写昨天的日记。哎，我本来也要写，可是我觉得我写出来没有什么啊。你看，比如说今天观察了一头鹿啊。或是擦很多玻璃呀、啊，这样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啊。医院的玻璃真的我擦的很，我擦了3天了
吴奇隆是谁？吴景啊、哦？吴套套吗？奇隆，而且我那时候想说，金警官如果跟小五在一起，不就是另外一个金城武吗？有没有？金城武啊，我放心齐天，可是我不知道女生会不会太入戏。也是啦，因为很多演着演着就真的是一开始是考不好真的无所谓，可是你突然少了一点吵闹，会觉得很空虚，对不对？会觉得说少了点什么就走心了。我夫人那小五呢？不行，小五跟朵朵现在是好骂鸡。对啊，小五不用怕，小五这么棒。我爱吃饼干，那、啊、算了，压身蚂蚁。啊，紫薇啊，紫薇，要不要上线了？等维修好，不用写日记了，走，马上来切蛋蛋。对啊，是在维修啊，不过你可以进医护局的无线电啊。不然、啊、我不然就可以上去聊天频道啊。不然我要画什么？其实现在晚点我去看一下哦。我要播什么给你看啊？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播诶、欸。才救个小鸡一下就暴增这么多，我是不是要去闹事，然后去把再多救几次小鸡这样子？等一下哦，点这个，好，我看这个画面吧。不行啊，其实我生物强归强，可是我对护理方面知识真的是很差。比如说要打什么时候要打点滴啊，然后 X 光骨折啊，那时候有的没的，真的就是搞不好病人比我还了解，我还在那边手足无措，有没有？老天开到睡着了，他是怎样开到睡着？我看一下，我复习一下，头发骨折，哎呦！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这个时间，感谢方旭定，对啊，这时候到玩具体耶，好，不吃个广告哦。哇，听打呼20分钟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，我昨天是7点就睡着了啦，睡到早上8点，不行，真的太累了。叫他不要那么累，累就赶快下班哦。在香港啊，我在香港。对啊，所以。你要逼他回诊就是打石膏啊，叫他来回诊换石膏啊或换药啊这样子。哇，太累了吧。小猫怎么，我是知道昨天小猫在哭，有稍微看一下，可是不知道哭的原因。你是香港人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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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香港伺服器，不是香港人，抱歉抱歉抱歉。这个伺服器是归类在，哎，要怎么样？就是伺服器是简那个啦，我们的翻译叫香港服啦，
不是在香港市府警察。对啊，误会了，抱歉抱歉。有小精灵到小猫，好听，猫什么？哦，是这个哦。好，继续复习，看哦，刚刚说的什么？四肢骨折就要8000块了。你看，你只要是那种四肢骨折，就一只8000块，2只就是1600，以此类推。啊，如果是骨头裂掉的话是4500。大面积挫伤，大面积挫伤是怎样？是那种脸摩擦到地上，然后整个是刮花的那种吗？脸部整个是一大片都是。都已经皮开肉绽，那种叫做挫伤吗？来看院长给我们的那个报价单。哦，那个超难好的哎，雷残就是严重的擦伤。好的，好的。我看到一个割包皮，好哦。茶叶蛋，好、哦，慢性疾病啊，慢性疾病2500到4000，胸小范围擦伤，哦，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那种重度昏迷吧，那都10000、10000起跳了，然后突然发现我的双。第二个荧幕怎么变亮？这样调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怎么又亮了？可恶！嘿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很难。播点歌好了。哎，我抓了几个 BGM 吗？可是都用不太到，因为我发现没有什么场合用得到。哎，我来听点，比如像这个，我真的很少用到这个 BGM。其他特殊症状、癌症等，请洽院长。兔兔看我 GTA 吗？他昨天有出现一下下，下午三也是这个时间左右，有探头一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这个剪片比较好用吗？没有诶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那种解谜，比较欢乐的解谜的时候用的，不太适合就是大家群体打闹打闹用的。他没帮我推个线，没有他。他就不准我这样讲，我两只脚只能踏在他的船里面，他可以跟八爪章鱼一样到处踏，懂吗？还有这个啊，这个很像宫崎骏的风格，可是我也找不到什么情况下适合用，就顶多是画画缩时的时候，画图缩时的时候用。我是占卜师的老婆，因为在网络上我跟巧巧是一对的啊，啊这件事情兔子也知道啊，但是我这样讲好了，兔子是那种你只要跟很熟很熟很熟的人，他才会安心，就比如说你们把我跟菜渣凑在一起，或是把我跟巧克力凑在一起，他都无所谓，因为我们都很熟了。啊！你突然把我跟谁呀、啊？也不要这样比喻好了。如果说把我跟干爹凑在一起嘞，兔子一定说好，你去，类似这种。我跟老天哦，
文老天，我感觉朵朵也不吃这一套吧，大家都朋友，对啊，反正就只要跟他不是很熟的同性或异性，他都会不开心。最明显的就是他会一直在赖狂敲我，乱洗贴图，有的没的，洗到我都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。朵夫人会很开心，不会啦。还不懂躲躲吗？而其实那时候讲啊，躲躲跟那时候，我们很久，我跟躲躲他们很久没见面，然后就是因为要去高雄摆摊，然后有见面吃个饭。那时候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聊一些，就那天讲的啊，A B O 啊，阿法、贝塔、欧米伽啊。然后就是又重，那一天又重复了一次，我就直接把老天的台关到最小最小声，然后就关到超级小声了哦，就听微微听到说什么他们在开会，那个聊天型开会，我就冲进去听了这样子。好，继续看一下啊，头部外伤4000块，热衰竭等慢性疾病。需要小哎，于1小时内紧急救治，症状5000，枪伤，大于小于大于等于三那个地方，8700，哇，反正这个都只是那个啦，做基本的啊，你要收多少随便，也可以像朵朵那样子啊，一开始就说啊，你这个就直接5000块啦。因为我现在判的都是很上面的，就是比如说只是指甲断掉啊，或是车祸不小心擦破皮肤而已，啊感冒那种，我都只是一开始都收这种1-2千块的而已，啊他们都说太便宜。刚光练吗？我就没有在追那个谁，我现在比较熟就只是警察线呐、啊。可是自从我开始在玩这边之后，我警察线那边也都没有再追了，我就真的是在投入我自己的角色里面，就没有去看那边了，因为我目前还没有碰到需要我的剧情，所以我就没有追那边。心理治疗师1小时也5000。没有啊，看哦。我去载他们回来，有的没的，然后，他们好嘞，可以上线了，紫薇啊，我们上线啦，紫薇，紫薇，开歌喽，先遮一下，因为这好像会透露到 IP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，交给你啊，反正我觉得我就负责在外面接当那个嘛，救护啊，接回来给你看就好了。啊，行，这是兽医唯一能做到的东西，就是我当 Uber E 的。啊，该不会又……等一下，我要开工作管理员。卡住了，跟昨天一样啊，就是后台卡住那个登录器。蛋蛋那种东西怎么修？就移植啊，因为听说医院里面有很多备用蛋蛋。那就人工蛋蛋啊！我会跟院长提议用核果或者是那个什么荔枝来代替那个备用的蛋蛋。我打不开，我先关台好了。
我先关台了，等下重新开，等我哦，不要乱跑哦。